大家好，欢迎来到 Akio and Mia Channel。我是 Akio， 我是 Mia， 好久不见大家。对，今天呢，哎，果然呢，发色跟大家就是mention一下，很好看。可是因为掉色呀，对，深黑发就很韩系哦。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 vlog 都很想要给大家看到我们不同的一面，不管是分享美妆也好，生活也好。那么呢，其实我们身为人妻，身为人母呢，经常会做的事情是什么？煮东西。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我讲到很我老公的脸，你什么脸？OK 啦，我才承认啦，其实煮东西是他。没有，我只是煮给我女儿吃罢了。然后其实呢，就今天这个 vlog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些煮东西的 skill 这样。对，因为煮几样我们自己平时爱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在小红书看到的。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就是展现一下自己的厨艺。我们上一次煮东西的影片是那个母亲节嘛，对，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来比拼一下，看谁做到比较好吃。嗯，可是这次的评委我觉得就是我们互相很公平的来评价对方煮的东西如何，好吧？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会各自准备两道菜，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嘿，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厨房已经准备了，我们拿出来我们要的食材了。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助理已经帮我们买好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备菜，就是要洗要切。对。OK， 这美甲要怎么办？Before this，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个人会准备什么菜。你会煮什么？煮一个麻婆豆腐 ，and 还有一个是蒜香鸡丁。那我自己本身去配饭的啊，就全部都是比较辣的。我就会煮一个手撕包菜，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中国菜，所以我这一次我要挑战它。然后第二个、就是、叫外卖就可以了，叫外卖算。然后第二道菜我会煮一个番茄蛋汤，我自己本身平常很常会煮汤的，煮汤给我女儿喝，所以这一次呢就想要挑战这个啦。哈哈，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食材了，就是鸡还有豆腐，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你这个已经是本性难，本性难你。就是原本已经调好了的酱料。喂，你这个是春闹哎？不是，这个是现代人方便。OK， 来 next。还有就是那个蒜香鸡丁，蒜香鸡丁，蒜香鸡丁、就是有要很多蒜米啦，就是还有这个大葱去给它爆香之类的。好的。然后这个等下会切块。好，我这里呢有准备两道菜，一个是番茄鸡蛋汤，就有番茄啦，然后还有鸡蛋的，然后还需要一点蒜米，然后呢还有就是手撕包菜一个啦，然后因为我没有干辣椒，所以我用辣椒仔来代替。然后其实这一个呢可以就是藏在这个手撕包菜，或者藏在这一个也是可以的，所以两用啦。好啦，现在呢我要去洗材料。哎，不要乱乱洗啊，我按了新的水壶。啊，你按了新的水壶啊？对对对，我觉得一样的吗？不是吗？那个有过滤器的那个比较好了。哇，过滤器什么？哎呀，我帮你洗啦。你哪里有那个新的水机哦？所以其实呢，我现在新的安装这个四合一 Intrus 隐藏式的这个水机，哇，那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看桌面上就不用放太多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水机就在下面罢了，它是隐藏式的，就在这边水机罢了，哎，很小一家罢了嘞，对，所以很方便，是哦，而且它就可以调节热水的温度，现在是它们最高是去到98度，哦，所以就是好像我们要消毒一些baby 的奶瓶啊，或者我们要一下子用很热的水煮汤还是什么，就可以马上用，很方便。你怎么用哦？这样子这个 ？OK， 然后我觉得我先给大家示范热水。你们一定想嘛，如果这个红的话，你很危险。所以它有个小孩子就是他们用不到的，因为你要按着这个手按下去的，往里面推就会变热水。你看啊，这样子，它就会出热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出烟吗？哎，真的有在冒烟呢，很厉害。这个是98度，而且你会觉得它烫，其实是不会啦。哎，根本就没有烫嘞，还有防烫。而且你看，如果平时孩子这样推哦，它是推不到，一定要大人很用力才可以推开的。所以有那种铜锁功能。对，敲锁啦，就是不用担心孩子。哎，这样如果我要饮用水呢，我要喝水这样哦。饮用水的话，就直接转下来就好了。哦，就这样子吗？转下来。对，饮用水是转下来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好像喝水呀。还是你要泡奶呀、我们就是因为它是过滤水嘛，它可以杀掉99.99%
100% 的那种有害物，然后过后会保留那些对人体有有益的那个矿物质这样子。哎，很好哎。如果洗手，普通洗手啊，普通洗手这样子开就好了。啊。那普通洗手也有热水跟冷水啦，就是普通水跟热水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呢，老公是很喜欢那种比较隐藏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啦。如果你的心脏，我觉得可以放。那其实呢，它有两个颜色，之前我一直纠结要什么颜色，一个是银色，就我家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 matte black。很帅的哦，但是我就心想，哎呀，我的厨房是比较亮色系，我就选回银色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 matte black 的话，你老公一定会喜欢。因为我们的家现在是准备要装修了，所以我会考虑就是把这个 intrigue 安装在我的家。总结来说，我是觉得，哎，看起来尝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厨房空间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的水可以去到98度，所以它可以直接消毒 baby 的奶瓶。哎，很好哎。而且你们觉得，哎，可能你觉得，哎，我没有用到98度那么高，它其实最低温度可以去到60。哎，是啊，所以就自己调节啦。所以自己调节啦。然后呢，它有个 Eco Smart 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可以调温度，还有就是那个时间你可以调，好像说你要几点几点是没有热水的。对，然后对，然后好像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调，那就很方便。OK， 所以我们现在来进行煮饭的。对，我们要用干净的水煮出干净的食物。我觉得呢，我先腌那个鸡先，因为是蒜香鸡丁，所以我要腌那个肉。现在我先切了，然后准备蒜泥，然后我就放调味料。首先呢，蒜香呢就是要准备蒜米啦，就是可能要稍微比较多颗的蒜米，那才会比较香。现在在切这蒜米，等一下我会留一点点蒜米放起来，是煮的时候呢来爆炒的。现在是切什么？鸡胸啊，鸡胸。现在把鸡切一块一块，等一下会放酱油、蚝油那种来腌哈。然后呢，我已经切好了一个鸡丁了。一般上呢，我会先放蒜米，然后留一点啦，等一下可以给你用一点点，一点点。好啦好啦，一点都够了啦。我会放一些油，生抽。然后黑酱油，少，可以呀、啊。这个不可以太多的。OK。再加一点胡椒粉，少的，调味吧。然后呢，搅拌它。然后等一下呢，就会放去冰橱腌一个大概15分钟这样子。所以 in between 的时候，我就会先做麻婆豆腐。好的。等15分钟。说现在到我备菜，基本上呢非常简单，我煮的是那个番茄鸡蛋汤，因为他们给的食谱是要两粒番茄，但是我们番茄很小，所以我直接是用丝粒啦。然后呢，其实是需要就是把它切小块，然后把它煮的时候呢，只需要弄到它绵绵就 OK 了。刚我去那种杂货铺买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葱哦，他跟我讲他没有葱卖啦，不过他给我要送给我，真好啊那个安迪。然后呢，现在只是需要一点点来点缀那个菜色就可以了啦。所以我现在一次过会备完两个菜。OK， 所以现在我要切辣椒籽，因为我本来其实煮的那个手撕包菜呢是需要用干辣椒，可是我没有找到干辣椒，所以我就用辣椒籽也是 OK 的。OK， 现在我热好我的锅，差不多了就要放油。我们这些比较健康的人就是放这个 olive oil， 蒜米要爆香才会让整道菜就是加分一点啦。所以就这样子爆香啦，爆到差不多金黄色的时候呢，煮了这个先爆香了，然后再加辣椒。OK， 这样其实可以再加辣椒了的，加一点辣椒下去。哇，有没有很香？金黄色差不多了了，再爆多一下先。可以放菜了。可以放菜了。OK， 哇，很辣很辣。加一点点水。OK，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加这个刚刚做的调味料。OK， 我喝了。炒一下。哎呀，没有生抽，好像有点欠了一点。来帮我开一下。谢
实 OK 啊，我觉得好像普通我平常煮的老菜的概念这样。我帮你加一点东西啦。加吗？阿基那么多。是可以加点那个，哎，这个提酱少少啦。少少 ，OK， 少少。我这个我这个有点多多了喂，没关系啦，菜有菜长啦，应该好好食嘅。有啦有，像外面吃的那种包菜是吗？有有有像。煮好了，就可以上锅喽。来 ，OK， 其实很快一下哦。这个就是阿 Q 煮的手撕包菜。哎 ，look like not bad 啊，我觉得。等下我们一起再试看。最重要是味道好不好吃。对。现在呢，我就要煮另外一道菜，就是这个番茄鸡蛋汤。所以我准备了两粒蛋，只要把那个蛋呢打碎，喂，这个好一个模啊，应该可以吧？可以了，可以了，是的吗？喂，打蛋，然后蛋呢就是这样。我最，其实讲的，我从小到大最厉害是煮什么？就是打蛋。因为我妈跟我们讲打蛋呢就是这样，它斜大概45度这样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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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了，好。所以现在呢，热好锅了呢，也是一样放油，放了油呢之后等一下就可以放我的这个 tomato。其实我这个 tomato 呢是要给它煮到甜一点的，然后加一点点的水。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西红柿它已经开始有点绵绵了。看，其实有点不太多水啦，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水。对，这样呢，你就可以再加我们 Intrix 的饮用水啦。OK， 就这样子放进去。哦，番茄汤。OK， 我们就可以就是加一些调味料先。可以加一点点的生抽，够吧？然后呢？不会错的东西就是阿基那么多，给一点点就好了。啊？够了啦！哇，这个就一点点哦。OK OK OK OK， 加了一点点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把火关小一点点，加。蛋，是哇，真好吃哎！吃，然后再翻炒一下，轻点，慢点，慢点。哇哇，如果嫌它还是不够多汤哈，还可以再加水的，所以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水。哇，说非常的方便啊！忘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葱花 ，OK， 就这样子调一下就好了，多一下就可以吃了。终于到我煮了，然后我现在要煮的就是麻婆豆腐，因为我的鸡还在腌着，腌制的。然后呢，我是不用健康的油，因为健康油是煮不出什么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你说什么东西？钞票油 ，OK。油热了吗？我哪里知道？你放手进去 try 看看呢、啊。我觉得应该热。OK， 来，可以了啦。哇！啊、终于，哎，是这样的啦，应该是这样的。啊？老汉，来这边来，我们水一下。我有恐怖哎。我用水一下吗？对，用水一下。然后我都用水水这样子吗？是吗？嗯。OK。他这个人站到极远去，会弹会弹。那个我不知道。你应该是要拿一个盘子来挡着你的脸。啊，不需要。OK。倒入酱。哇，这应该也是很辣吧 ？OK 了。应该会呛到我们的。OK 了。OK。现在我要把它关掉。哇，真的好吃啊！今天我们煮的都是中国菜嘛？对，因为我们不喜欢吃这种辣辣的食物，是不是，然后又加入辣椒。哇！葱是最后啊。哦，看到我了。Sorry。
要加一点水，就很大火嘛。哦，是哦，好像要焦掉了的感觉。就是放水的没？好恐怖！我觉得直接可以上菜啊，那个味道。哦，就闻起来。我觉得再热一下。它已经很热。然后火锅，very easy。棒棒。OK OK， 哇，麻酱好像好吃酱。好的，不当一当一当。好的。是不是很想吃？是。最后就是要加入这个葱花。去蘸水。那看起来是。更相似的 ，Yeah， 差的 ，OK。下一道菜就是蒜香鸡丁，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大概腌制了20分钟左右的鸡丁啊，然后我有放了蒜米啊，刚才你们有看到的，所以它已经是很够味的。待会呢，我只是放油炒热它就可以了。Yeah， 真的很好吃哦，上一股热了。同样的，我也是用这个油，我没有用那个干净的，不是干净的。又是多油 ，Oh my god！其实我是会的，但是都是要方便，对吗？就好像我的水机这样，就是要方便，就是要方便。OK， 然后其实呢，好像现在只把那个水差不多到那个鸡这样也没有盖完啦、啊，然后慢慢给它的那个吸收那个手指，它就会非常的香。现在已经煮好了两道，总共4道菜啦。对，这样他煮两样，我煮两样。是，所以我们现在本来我们想要很客观互相评价对方，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请第三者来去评论评论一下。对对 ，So 因为他也不知道是到底哪一道菜是谁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让他一一品尝先。你想想，他想要吃这一道菜，给他看一下。噔噔 ，OK， 来 try 看看先。我吃了我就要猜是谁啦。啊，吃了你觉得好不好吃？然后几分？嗯，这我够味哦。够味？你不要，你要真心讲哦。嗯，够味啊。这你觉得是煮水煮？我不要再讲五分嘛，多少分？五分呐、啊？啊，嗯，我觉得3分啊。3分？哇，你要求都很高，不巧啊。两分在签什么？麦香。麦香，麦香是有一点差啦，因为它的那个鸡油，我觉得切到有点碎碎，但是还 OK 啦，因为我煮的。你猜这个是谁煮的？这样子比起来呀、啊，我觉得是你煮吧。为什么？我觉得有味道一点哦。是哎，所以我看起来煮的东西是没有味道啦。啊，没有。OK， 我们先不要揭晓是谁先。嗯啊，这个是很下饭。OK， 来 ，Next， 你要 try 我，这个是麻婆豆腐，那你可以用汤匙。OK， 辣的辣，辣应该有点辣，吹吹。我是还没 try 什么事情？很咸呐。妹妹，你觉得是谁煮？不要讲，你给他5分满分几分？这个很外面的感觉啦，你们买包装。还是你听到我们的 conversation 了？没有，我是经过的时候我看到。看到。Okay, 但你觉得是谁煮？你哦。我煮都是我煮。因为直接买包装直接。喂，为什么？为什么每一次哦，问的人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去买包装的，不给是别人买包装呗？像这个豆粉你要打。这个
个很难评分啊，这个一定是五分的，然后因为是有外面的成分在里面。喂 ，OK OK， 然后接下来你要吃哪一个？嗯，我最不想要吃这个，但我吃这个。真的？这个有什么问题？你怎么不要吃这个 ？OK， 我 try 这个包菜先啊。OK， 这个包菜叫什么名字？寿司包菜。嗯。我试一个，我试一个，我也想试一个，我还没有试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阿米亚煮的。为什么呢？因为哦，这个我觉得是你煮的。嗯，一人煮两道嘛，我就觉得这个是你煮的咯。OK。很不成形啊，这个。这个不成形，怎么来的？那汤。还汤还有番茄。番茄。鸡蛋汤。汤嗯。我觉得千雀饭来配吧。哦，我觉得这些菜很配饭啊。嗯，来，我们这个是打分打分菜。这个、啊、这个有点酸了，我觉得。这个菜两分。汤哎。嗯。怎么你不要拿多一点？啊，拿多要再来一个，哎呀。我不想要菜。我不想要。很有番茄味哦。有这么差吗？菜啊，就有番茄味哦。很好喝啊，番茄味啊，我觉得很好喝啊。五分，我肯定给五分的啊，因为你很给自己尝嘞。OK 了，我所以是水煮什么什么菜是水煮？哎、okay, ，这个是我煮，这个是姐姐煮，这是我煮，这个是姐姐煮。OK， 所以我猜中这个这个，哦、oh, 嗯，猜中对。好啦，这样总结来讲呢，其实蜜啊。就是赢家，因为呢，麻婆豆腐就已经占了五分。Hello， 还有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手撕包菜里面的那个食谱是讲要加白醋，但是它是会酸。哦。其实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加。我觉得有点酸了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我被那个食谱被骗了。什么拿手好菜，第一次煮就第一次煮。好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还有分享，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星期或者下一次再见了，拜拜。